人张东朗晒出了在录音室偶遇关晓彤的合影，配文在周晓明老师工作室90后影星国民闺女关晓彤前后脚来录音，合影留念。照片中关晓彤穿着随性长腿瞩目，粉丝纷纷评论，美彤去录歌，又有新歌了吗？期待期待，录的什么呀，辛苦了，大半夜还在工作。11月2号自从鹿晗和关晓彤高调宣布恋情之后，广大网友对两人之间的恋爱细节极为关注。近日有八卦媒体拍到关晓彤不远千里从北京飞到上海疑似探班鹿晗，充分诠释了热恋中男女的难分难离。据悉关晓彤此次为爱前往上海也是入住了男友鹿晗的酒店，视频中也捕捉到了关晓彤从鹿晗酒店出来的一幕。不过有网友表示关晓彤只是前往上海拍戏，也有网友称已经公开了探班，应该是正常现象，大家祝福就好。11月2号关晓彤在微博晒出一组照片并配文，雪山存货世界很大，沉静美好。照片中她身穿红色羽绒服，妆容